这个有几天没发车了啊，今天呢正好呢也是，礼拜天啊，有点闲篇儿啊，聊一聊这个中国足球啊，聊聊中国足球。其实呢，我这车上呢也一直啊都在聊啊，也一直都在聊。那么今天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啊新的想法跟大家来交流交流。你比如说呢，此时此刻，啊，这不同的球迷啊，心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上港球迷，那应该是踌躇满志，一来呢，这亚冠呢马上要打这个半决赛；二来呢，这足协杯呢，啊，也有机会啊冲冠军。更重要的，就是一度认为呢没有机会的联赛。啊，现在跟这领头羊广州恒大就差4分，还有4轮，啊，你想啊，2轮就已经追了4分了，那这保不齐就想再打2轮，不就追平了吗？最后2轮咔咔再一给劲儿给油，不冲过去了吗？就提前撞线了，对不对？所以上港球迷呢是最舒服的。再往下捋呢，你像这亚太球迷，妥妥的，妥妥保级了。其实我早就说了，28分保级，他们不信啊，还弄得自己啊紧张张的。你说这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应该说，亚太的球迷也应该很高兴。那当然了，你要说之前的，说是像这个重庆力帆，啊，这球迷也踏实了，啊，也踏实了，那么有一些队伍呢，另外一个含义也踏实了。你比如说像北京国安，踏实了，别有想法了，是吧？踏踏实实得，是吧？曾经一度呢想奔着亚冠摸，结果呀一直跳跳跳，眼瞧啊将将快够着了，结果咣咣摔好几个跟头啊，直接踏实了，躺下了，躺了。还有这广州富力啊。姜志鹏自己已经说了，我们来讲这赛季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赛季说白了，也就只有这亚冠这一个念想，啊，但是最后，啊，被这申花客场给拿下，结果呢，也就踏实了，对不对？也就踏实了。那么呢，像这大起大落的这球迷，你比方说延边富德呢崩。啊，这几轮打得真好，是吧？5轮呢，1胜3平，拿了6分，再加上这一轮呢，嘿，也是主场赢球了。按说呢，应该是把这延吉这个小啤酒啊、烧烤啊都吃了个遍，啊，准备着呢。但是呢，没想到这晚上这比赛呢，一看天津泰达赢了，啊，等于说呢，这积分呢。并没有因为一场胜利啊而拉开，对不对？所以呢，这心情呢就起起落落。那当然了，有一些心情不好的球迷，你比如说这恒大现在有点着急了啊，本来呢这领先8分啊，怎么现在就剩4分了呢？这跟打麻将一样啊，前半夜赢了3000多，对吧？等到后半夜2点呢，就剩1500了啊。虽然说还是正的，但是心里边。已经稍微有一点啊含糊了，有点含糊了啊，有点含糊了。华夏幸福的球迷呢也还行啊，因为什么鲁能输了，对不对？权健输了，华夏幸福呢拿了1分，虽然说没赢吧，那比赛踢的反正也是稀里糊涂啊，但是呢你别管怎么着，拿了一分，这基本上啊就稳住前三名啊，稳住了前三名。你要说是贵州智诚的球迷，虽然说也没有什么太多念想了啊，也是坦坦的都保级了，但是呢，你架不住能赢球啊，能赢球啊，赢球还是很开心的嘛，对吧？也可以畅想来年了啊。你像这江苏苏宁的球迷，紧张紧张了啊，没想到啊，一度认为呢有火了，但是一看现在啊，泰达赢了。延边赢了，河南也赢了啊，所以呢，就是江苏最后90分钟被帮绝杀，
所以这时候呢也有点心里边有点颤抖啊，有点颤抖啊。辽宁球迷呢其实早就死心了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啊，尽人事听天命了，对不对？泰达球迷呢又燃起了一份希望的这火光啊。所以呢，这一轮呢，说句老实话呢，还是挺乱的，啊，还是真是挺乱的。这一轮呢，也缺了，也有一些事儿发生。你比方说，在中甲赛场上，是吧？然后这球员通道里边叮咣五四的，在这个北京国安的主场，足协官员啊，跟这个上岗的叮咣五四就这两个现象，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这个事实真相如何呢？咱们说句老实话，也有一些监控，啊，不是监控，就是手机拍的，你大致能了解，啊，你大致能了解，反正双方肯定冲突了，对吧？有人得给打躺下了，你想想，他不能是自己拿脑袋撞墙吧，是吧？那肯定是动手了，对不对？这不用说了。那么呢，上岗跟那个足协官员呢没动手，但是骂骂咧咧啊，这视频呢各个角度都有了。我给你讲讲这个本质是什么啊？这个事儿的本质，这个事儿的本质啊，这样的，就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啊，由于就是充满着一种啊，就是充满着两种思潮。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你要觉得我说的对，你他妈就给我打六啊！你要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打六，行不行？你就给我打六啊！有两种啊。就是社会心理，第一种社会心理呢，就是自我有点权，我就把它发挥到极致，啊，你甭管我官大官小，你只要是我手里边有点权力，啊，我一定我弄死你们。那就是你说你大到当官的，那就甭说了啊，小到就门卫，啊，看自行车的，啊，门卫。保安啊，反正就是你再穿上点官衣儿，我告诉你这事儿就大了。有无数这纷争都是跟门卫啊，都是跟保安。小区进门的时候，是不是单位里边要进大门的时候，就全都是这样啊，就是只要是有点权力，我就折腾死你啊。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啊，这是一种社会心理。打小咱们班上谁要当班长、学习委员啊、体育委员，当了点小官之后，我告诉你就折腾啊，折腾同学啊，折腾同学啊。这个呢，咱们这么讲啊，咱们可能都有。我是剖析我们这个社会心理，我这社会心理啊，就是凡只要是当一点官，你在单位里边，你帮你给他提一个股长啊，股长啊，不是这个股长啊，就是科长下面股长。你给他弄一个股长，他就绝对折腾你，啊！公司里边弄一项目经理管仨人，原来都挺好的，自一当一小官之后，发现不对了，啊！怎么今天怎么迟到了呢？平常怎么回事这是？啊？几点上班？8点上班？你现在看几点了？8:02，是不是迟到2分钟？对工作怎么这么不认真呢？还你对我有点不服啊？啊？怎么回事这是？啊，先说清楚啊，这是啊，这就是一种心理啊，这种心理，还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藐视一切权利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说警察呀都在这站着呢啊，完了那边就可以打起来，就在5米之外就可以继续打，球迷，警察就在这儿，这就继续打，甚至我急了，我就打你这个拦我的人。对不对？你看，就有多少视频都是交警啪一敬礼，对不起，出示您的驾照，去打什么驾照？不不对，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社会心理，对不对？就是所以呢，这两种社会心理啊，它是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一方面呢，就是藐视一切什么法律法规啊，藐视一切有权利的人，别跟我扯淡，都滚远点。啊，还有一种就是我甭管有多大官，我有权了之后都给我老实的，都谁也别动啊！我说什么就听什么，怎么着？跟我干，走，干啥你？什么？明白了吗？就因为这样，这是本质。
啊，就是你甭管是这个丽江那儿的，还是说是北京工体这儿的，其实这是本质，啊，甚至呢，这东西呢还影响到了外国人，外国人呢，他本身呢，他来这儿他就认为你中国人在足球这方面，甚至你这个民族都没法跟他们比，啊，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但我也走南闯北，打他妈的在慕尼黑机场，德国老娘们儿。他妈不让我在那儿，德国人可以抽烟，不让我抽烟啊！我拿100美金，我差点砸死他。我都是从那儿开始，啊，我就深深的明白了，在他妈外国人眼里，其实中国人即便是大 boss 啊，即便是给他钱，他国人眼里，其实中国人即便是大 boss 啊，即便是给他钱，他鼓励这事儿也很简单，对吧？你老板给你钱，你瞧得起你老板吗？你未见得，你未见得啊！所以外国人呢来这儿呢。说老实话，他认为啊，这东西我来这儿我是扶贫的，虽然说操都比他有钱，他虽然说从中国老板这儿拿钱，但是他骨子里不会认为呢，哥们儿这来自足球世界中心啊，哥们儿狐假虎威啊，其实也就是一助教大哥，你也就是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但是他也你以为外国人都是好人吧？没那么多好人啊，所以他来了呢，他觉得呢他是救世主。哎，他觉得你中国呀，什么管理就那个切尔西那个那个队员是吧？骨子里边看中国人那一毛一样，一毛一样，啊，所以呢，这就变成了什么呢？一方面，中国足协要严打，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各地里边的这种小官啊，负责他是以什么呢？不能出事儿啊，维稳不能出事儿。另外一个呢？他骨子里边就是我是德爷啊，我在球场里边我特勤啊，或者我挂着牌我西服我是官员，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白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呢他面对的对象呢属于呢甭管这事儿啊，我爱谁谁，你特勤你怎么着啊，你足协官员你怎么着啊，对不对？你没事 who are you 啊 who are you?Tell me who who you are, 对不对？这两者之间这么一碰，砰，就来了，明白了吗？就是一方面是藐视法律法规，啊，甚至是所谓的这机器，啊，其实你说是特勤什么，这都是机器。你要说足协官员，说白了也是足协的机器，对不对？藐视你这个权力机构的机器，啊，但是呢，这权力的人。我穿着观音的也好，我穿着制服的，我这个西服，我这个有牌啊，我这手里有警棍，我这个我说你什么呢？你要不听，那我就干你，那我就干你，你们跟我说花右也不行，我就给他骂你，啊，所以呢，这事儿呢，严格上讲，跟足球啊也没有多大关系，真的，这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归到中国足球身上，啊，它是一个。中国社会心理啊，这事儿呢发生在祖国大江南北啊，各个行业啊，在工厂，在农村啊，在学校，在这个机关，在这个公司，在大街上啊，在商场里边啊，在这个游乐场里边啊，在停车场里边啊，到处都有这样的事儿，你明白吗？所以呢，有人说不行啊，中国足球乱了，你看又打人，完了又这个，完了又骂，完了那个什么的，不要着急，啊，这事儿啊，中国足球不背这锅，明白吗？中国足球不背这锅，啊，骨子里边跟中国足球毛关系没有，啊，这是中国社会心理，明白了吗？我不是甩锅，我说这东西你们都明白吗？我说的东西你们都明白不明白？别老动不动说完了，中国足球乱了，中国足球没有希望了，中国足球太乱了，打人了，骂完了，相互之间弄，没有，一直都这样，啊，很多年了啊，我们身边这种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这早年间呢，有一个挺有这个，挺有才华的一个足球解说员，就是因为啊进央视跟那个门卫。这骂起来了，啊，他就怎么说就不行，说我求求您了，我真的是主持人，我呀，你看我这个主持的节目，我说完了，我还没有给我办手续啊，你就让我进去吧。那门，抱歉，那
啊，那您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打个招呼，给我们打个那得，那哥们急了，那哥们帮到那这一着急，那边也急了，咚，最后给开除了。这事儿太多了，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还原过来呢，在丽江，咱们姑且不说这丽江这保安呐，他到底是哪个老，是不是跟这俱乐部是不是一个老板投的？但是总而言之，这事儿呢，他不会无缘无故打你啊，打人肯定是不对，但是也不会无缘无故打你，对吧？一个是什么呢？他保安说，我说句老实话，保安就是我他妈牛逼啊，我这维护这个秩序，说你们到了休息室里要围攻裁判，那这事儿不行，走。像这个呢，你就走就完了。可能呢那边一着急呢，可能说你干嘛呀？你这你又不是特警，你特勤，你弄我，你给我滚啊！一推得，那边正愁手痒痒。哎呀妈，我20多天没打人了，我这个，哎呦我这手痒痒，我这个，哎呦你赶紧打我一顿吧！啊，那边叭一上手，这边叮咣五四就给锤了。锤完了之后呢，也就锤了呗。那边也这个删了微博了，这边呢官方也给说法，没证据说把人打了。你说反正你这事儿你怎么弄的？你说光天化日之下，你说有人受伤了，那肯定是得有人打呀。但是呢也没证据。你要说这是法庭说的人太多，为什么小时候呢十几个人五一个人，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没仇瞎编，叮咣五四打一顿之后完事一查。你查不出来，更何况那儿我看得有个没有80也得有50个特勤，你说这黑不隆咚楼道里边，你说你查你怎么查呀？是吧？也没证据，没证据啊，反正就打了，打了就打了呗，那就没办法，是吧？这丽江那事儿，你也不用上纲上线，又开地图炮，又说这云南怎么着了，丽江怎么着了，没在的这种事儿多了，全国各地都有。哎，你别说那怎么样，那没准这保安的都是，可能没准都贵州的或者重庆的呢，没准还有东北的呢，对吧？你不要老动不动就把一件事儿给弄到一个地域上，我觉得这最没劲了啊，这没劲，跟那个云南不丽江没关系，没关系，这就是他人就是那样，说我让你别动了，你们就别动了就完了，可是你呢过来还推我，你这一推我，那你想说句老实话，都挺压抑的。人活着，这他妈有一机会，一个帮人打一个人，还是对方先动手的。我告诉你，换你我上去，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在旁边得制止一下吧，是不是得制止一下？你别打太狠，真的，是吧？你说那队员都是靠身体吃饭的，你别上的太狠。好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事儿呢就到那儿了。你说你在舆论呼吁什么，这没有用，没有用，这个挨打的这一方肯定也有毛病，但至于说这一动手完了之后就稀里哗啦了，那就真的也没办法，真的，我说的真的，你说我说有道理没有啊？觉得有道理的你就打一波六啊，觉得有道理吗？啊，哎，是吧？那么北京国安这个主场，这个呢跟国安俱乐部也没什么关系。虽然说这高潮啊，他一直要我微信，我也没给他呢啊，也在不断的在劝架啊。但是呢，这个足协那官员那哥们儿，这个我不认识啊，我这么分析。这个官员，因为足协他有一些，他一场比赛，你像我们去跟这个河北精英踢，那在现场的有好几个部门，好几个部门，安保的，什么什么这个消防的，什么什么卫生的啊，完了还有新闻的啊，就多个部门啊，多个部门。所以足协你别小看，说这一场中超，我告诉你，他得有个20-30个这个类似工作人员，得分门别类的得去管理。得去对接，其中有一个肯定是对接安保的啊，足协会有一个对接安保的，这个一般来讲呢都是比较狠的角色啊，就是反正就穿统一的服装啊，都别闹了啊，就是那意思，不能出事儿。咱们说句老实话，在北京在工体啊，说
说你这个工作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就是别闹事儿，啊，这个能理解吧？就是无论怎么着啊，就是杜绝一切闹事儿的隐患，啊，杜绝一切闹事儿的隐患。那么这事儿很简单，就是比完赛了，比完赛之后呢，这个可能绿绿康康都回到这儿了，回到这儿呢，可能还有点不服不忿的。这时候呢，可能这足协这官员呢，啊，就跟这个博阿斯可能就理论，就那意思就是赶紧的啊，赢球不闹事儿，赶紧回啊，息事宁人啊，完事儿就完，完事儿完啊，可能是这么着。但是这语气我能明白，你以为这足协北京市足协官员是上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啊？跟博阿斯说话大气儿都不敢喘啊，生怕给这个主教练给弄烦了。中国有多少俱乐部？我有一天你们的血泪史，我会帮你们记录下来。你们就伺候那个外籍主教练、外籍团队，你们吃了多少苦啊？你们打掉牙往肚子里面咽，你们受了多少委屈，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没办法，谁他妈让中国足球就这么弱呢？谁他妈让中国的这些这个教练不争气呢？对不对？这跟你们没关系，我知道啊。但是呢，这足协官员来这儿呢，因为他，你想，他带着牌，他穿着这西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回去了，别闹了，回去。啊，这有官儿啊，你甭管他是不是处长还是科长，他是官儿啊，他是官儿，他官儿啊，他主要是管这趟的啊，管这一片的。哎，赶紧回去，回去。这可能博阿斯呢，他也是一个棱子，他要不是棱子，他能被能被禁赛这么多次吗？是吧，也是一个棱子，就那意思。怎么着，中国人喝的我去，知不知道我是谁，知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我是葡萄牙的，哥们儿只叫我英超，我来你是中国，我去，你穿一西服你就喝的我这什么意思，你这什么语言也不通。这助教这时候来了，你想啊，外国人呢和中国人也是也抱大腿认大哥，真的。外国人说怎么着，一中国的穿西服的，我去，完了跟我 boss 跟我这吆三喝四的，这哥们儿你想啊，那个打东吴的时候恨不得这助教都跑到球门后面摇毛巾去了，是吧？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完全取决于这老板带不带他玩。我告诉你，博阿斯其实能带900多个人，其中选了那么三五个，那都是恩赐，明白吗？那都是恩赐。说是后宫佳丽3000，说这礼拜跟你们仨一块玩会儿，这都是恩赐，明白吗？不跟你们也跟别人，有的是人。说这外教这时候一看，助教必须得冲上来，这跟中国人一样，对吧？老板跟人家喝酒，你最后喝死啊，喝肝硬化，你也得冲上去，你得帮老板解围，是吧？所以这哥们上去之后就呼啊又啊，那哥们呢？你想啊，正着急呢，是吧？说我让你这回去，你还跟我这不不愣愣，突然间蹦出一崽儿来，小崽儿。其实大哥对大哥呀好谈话，就怕呢突然间蹦出一马崽来，是吧？稀里糊涂完了还说外语。呼啊又，那哥们听一 fuck you 也差不了太多，呼啊又 fuck you 是吧？这哥们一下就被点燃了，说我不敢跟哥们，我不好意思跟这个主教练发飙，对吧？我还好言相劝呢，赶紧的。没想到旁边出来一个，跟我这话又 fuck you， 你说你这什么意思呢？丁光五四，咔嚓一骂，就成了网上这样了。明白了吗？这两件事儿，说句实在话，谁是谁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通过这两件事儿，你得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这就是我发车和大多数人发车的最大的不同。我是可以讲这个东西的本质啊，我嬉笑怒骂，我让你能够开怀释怀，对不对？完了还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有些人就就事论事，这他先打的他，他先骂的他，他不应该弄他，但是他应该怎么着他，有什么意思吗？跟大老娘们似的，天天就这么点臭脚裹脚布的事儿，翻来倒去的就这么点事儿，你说都能说清楚吗？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是吧？可以吗？明白吗？足球上的事儿，你就掰扯清楚了，你不明白它的本质，你还是看球费电，没有用啊！无非就给你提供一个业余时间，看看球，骂骂人，完了开个金心，晚上对吧？到发工资的时候一看还是难受，到月底的时候还是有点觉得捉襟见肘，对吧？出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觉得呀，跟人家差点，改变不了。你甭说你穿一球衣出去，人家都比谁的事业、谁的家庭、谁老婆漂亮，是吧？谁的工资高，谁买了大房子了，谁升职了，你这咔嚓啊，外衣一脱，我是哪儿球迷？我去，我魔，我黄，我萨。我米，我国，我人，我操！你说最后，你说你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还是得呀，通过足球呢，你得明白，你得明白一些事儿，然后呢，幻化成为你生活当中啊，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然后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改变你的精神世界，对事物的认知。啊，这正确的价值判断，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让你的人生从此走向光明，对不对？你这个没有用，你说你是这，你看我这，我都是白板，我都是白板嘛，我这衣服上，你看我这，是吧？不是白板，是吧？我说的真的，你要能听进去，你就信。你要是听不进去，你说你现在不行，我鲁输了，我就跟有一哥们说什么，他姥姥去世，他没事儿，福格森退休，他哭得泣不成声。你说我大哥，你说这个，我要是他姥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真的，对吧？别着急，这东西一年归一年，对吧？也有得冠军的时候，对不对？你得冠军的时候，你得到什么了呢？你没得到什么，你不管翻板不还得这样吗？也保过级，对吧？也风光过，就这么回事儿。都你赢，谁跟你玩啊？是不是？差不多就得了，啊？有人说呀，老说你敢说天津德比吧？我他妈有什么不敢说的吗？我就不明白，对不对？你问这话的人，不就是说你认为是假球吗？对不对？我看着那比赛，反正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能理解，对吧？有人说你理解是不代表支持，去你大爷！我他妈能理解，我不代表支持，我能知道他这么干是为什么。比方说有一波人打一个人，对吧？打一个人完了，这个人呢急了之后完了拿菜刀把那几个人都砍了，对吧？那你要说是从我能理解他，但是我不支持他，对不对？这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不一样。另外一个，在中国混这么多年了，咱甭说别的了，卡纳瓦罗神秘的微笑，卡纳瓦罗从哪儿来呀？从他妈意大利来，意大利电话门，我意大利人就从来不认为一场球是有真的，所以卡纳瓦罗对这东西都是见怪不怪了，啊，卡纳瓦罗本身都见怪不怪了。至于说老板也他做权衡，对不对？他花那么多钱让你开心。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这件事他办了让他不开心，你还不行了，你还得管老板是吗？说我不看你，你不看就不看呗，大哥，我早就说过这种话。你说你一球迷，你说你跟人家球队较劲，说你再这么踢我不看了，大哥，你看又怎么了？你不看又怎么了呢？对不对？我代表，但是你说这件事你骂谁呀？我问你，咱们就是咱说这个，比方说这球有点好像觉得有点问题，你说你骂谁？你骂队员是吗？你还是骂教练呢？你还是骂老板呢？完了你还是骂谁呀？体育局还谁呀？你骂谁呀？对不对？你骂谁呀？你都不知道骂谁，你说是不是？但是这种事情呢，说句老实话，假球啊，分我曾经专门讲过。假球啊，至少分三类七大种，所以今儿我就不能聊了。我一聊着可能到午夜三点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呢，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你说你当年是谁呀？
瑞典和丹麦啊，还谁呀、啊？2-2打平了，把意大利解去了，还谁？哎呦，这种事儿，世界杯上那个欧洲杯上荷兰完了，世界杯上的喀麦隆，这说句实在话，那年那加纳打巴西那0-3都有问题，包括决赛巴西对法国，没辙，这些东西没辙，那可能还没牵扯到政治呢，那可能只是经济利益，对吧？但是你要说有一场比赛你正好赶上了，对吧？打到这份上了，对吧？那你说这种事情它存在，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这些事儿不应该出现，那么但是你会发现你也没有力量去阻止它出现。你问我，你问问，就你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出现吗？就像这伊朗跟这叙利亚似的，你说对不对？你那怎么阻止它呢？你用什么方式阻止它呢？你的能量在哪儿呢？你说对不对？但是你要说作为辽宁球迷，你说我很伤心，大哥，那你就别伤心了，对吧？你辽宁，你这么多年以来很多的比赛是吗？你说你骂对方，关键时刻怎么能赢呢？是吧？延边，我觉得倒是有可能啊，这骨子里边是有点伤心，是吧？要正常打，没准有可能全建就赢了，是吧？然后我这个赢了积分，就延边球迷可能这里边是最 out 的，对不对？至于说别的，咱们说句实在话，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假球肯定得需要证据，对吧？你，但是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只能是一种舆论的监督。但舆论的监督呢，你说你站在哪个角度上说呢？对吧？这事儿要换成你，咱们说换成你，杨明，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来，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你说我是恒大的。对，有一天恒大快保级了，啊，岌岌可危，碰着富力了。啊，那你说这富力，你说可能会稍微的放你一马，或者怎么样？完了，你就说你骂富力去，你说你这个孙子，你说你毁中国足球，你这，我告诉你，这东西啊是这样，它这里边啊肯定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呢，它就原因呢它就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呢，你下起定义来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不敢说，我那天解说时候我也说了，你权健要这样的防守，对不对？你权健这样的防守，你被泰达能那么轻易的打进3-4个球，那么你何德何能能排到今天这个名次呢？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件事情还能说到哪儿去呢？还能说到哪儿去呢？我觉得你也别过度渲染，对吧？天津人上赛季还保级的时候还好几连胜，你要亚太。是吧？去年四连胜，对吧？你要有时候中甲球队最后嘁哩咔嚓的全都赢，最后冲超了，那你说这些事儿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吗？你觉得？你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假球啊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比如说啊，一方打假球，另一方不知道，这叫假球，对吧？我就故意输，怎么地吧？那边还不知道呢，叮咣五四往里打呢，是吧？这是一种假球。还有双方都知道。咱今儿打成2-2，把大球打出来，完了打平，各拿一分，行吗？行，来，叮咣五四走了，对吧？还有场上有的队员知道，有的队员不知道，对不对？你说这东西，你说三个队员知道，其他7个还玩命踢呢，这以前有过呀，啊，我经历过，对不对？但是咱们客观分析，啊，这个有些队伍我就不点名了，你这么多年老是这样。对吧？头多少年，最后2场300万一场，300万一场能买才保级，年年都这样，我就不说你就活得没有意思，真的，活着也没有意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对吧？臧科家这个诗人写的这个诗句我送给你，没有什么意思。有球迷吗？还，你要不保个级，能有那么多人来看吗？对不对？然后还有名声吗？有影响力吗？你说你死保这样的牌子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呢，真的，你要是半死不活，还不如咔嚓早死，早完事儿啊，一瞪眼完事儿，是不是？
啊，是吧？所以泰达天权健这事儿啊，也就这样了。你要说不行，我受不了中国足球，我这眼里不揉沙子，我这个不行。大哥，行了，别闹了，差不多得了，好吗？好吧，歇一会儿，好不好？闹了，差不多得了，好吗？好吧，歇一会儿，好不好？那么美好，很多事情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它就是一种存在，它就是一种存在。啊，回头你在那位置上，你也一样，你也一样，好吧？那么你作为一个俱乐部，那你就你的所有作为，你就自己去承担责任就完了。但是呢，你千万别把你自己当做俱乐部的主人。球迷啊，有时候老代入感特别强，告诉说我是第十二人，好像你就是十二个常委里边似的。大哥，没有你，真的没有你。啊，你说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球迷，你俱乐部是什么？大哥，那乙级队一场比赛200多人，那不也照样活吗？没有没有球迷没什么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我没有这一直播不也是活吗？都是活啊！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高，真的啊，弄不弄不行。一个是把这事儿想得太复杂，中国足球完蛋了没？完蛋，中国足球小将你看了没有？没有假球，没有黑哨啊，没有卧槽，对不对？没有纷争，没有抢毛巾，没有碰瓷儿，对吧？没有所有一切肮脏的，你看，你关注了吗？你要说关注了，关注了，你应该看到希望啊，啊，对不对？你看到希望啊，这儿没有啊，也是中国足球一部分。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一看那儿完了都是假的、黑的、丑的、恶的，完了你就说中国足球没希望。没有，我们这儿有。问题是你看吗？你关注吗？对不对？哎，就别太渲染，好吧？别太渲染。另外一个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呢，反正你自己作恶的时候是不说了，啊，别人一作恶，马上就指出来，是吧？这不都是这，全都是这个社会的心理啊！今儿解说时候我说了，日本人跟中国人最大区别，日本人有小德无大德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日本人跟中国人确实有区别。日本人你把他赢了，他妈佩服你啊，他认，你赢了我了，你把我干了，我认啊！就跟我们赢了日本那个 U14 的时候，那教练队员啊，说那意思就是你把他赢了。但是回过头就是开始练啊，苦练，就有朝一日我再干你。这是日本人。中国人你把他赢了，你把他赢得体无完肤，他最后他得找10000个理由认为你不应该赢我，我不比你差啊，这就是差距，真的，这就是差距，对吧？你看你这个队，我觉得我这队比你队牛，你把我赢了，那肯定是第一，裁判帮你了，啊，裁判帮你了，是吧？第二一个，我们运气不好，我们那么多机会我们打不进去。第三一个，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弄我，哎，反正就是我们不愿意赢。我们打的假球，我们故意输你，我们帮你，我咱这个，我说的没错吧？啊，我说的有错吗？啊，所以呢，就是你他妈永远都不知道反思，永远都没有对胜利者的敬畏，永远都不能说是自己哪儿有错误啊，去改正，永远都认为你的失败都是假的啊，都是别人帮对方赢你的，你受尽了这个那个的。大哥，你赢的球里边有多少场是你真的呀？你说呢？是吧？别做这样的人，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人家比你强，好，输就是输了。你坚定信心，你可以去找一些可以增强你信心的场面。我们输河北精英，我们就输了，输了就输了。但是我得找我的有信心，就是我们也打出了配合，我们有机会，这可以。
但你不能说这裁判那个，他们家职业的，他们家天天练，他们家下脚太黑了，我们根本那把我们都给踢怕了，我们比他踢强多了，能明天我在踢上不干的，没有那个，没有输就是输，对吧？哎，找出很多问题，然后呢，又找出我们打的不错的地方，然后坚定，哎，有一天跟队员分享。期待有一天说你我们再聚在一起再打比赛的时候能踢得更好，这不就得了吗？你说呢？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球迷啊，这玻璃心啊，这家伙这一输球啊，直播也不看了，报纸新闻也不看了，集锦也不看了啊，完了就在那儿生闷气，再不就是骂裁判啊，或骂对方，骂对方教练啊，后来有人把连对方的队员的媳妇都骂，你说你这不是人吗？啊，还是人吗？你说，啊，就这生活给你蹂躏的，蹂躏成什么样了？最后非得足球才给你一点信心，大哥，你把你的生活的勇气和信心都建筑在一个球队身上，大哥，你有那本事吗？啊，他能负担得起吗？你这一条命，一个俱乐部也负担不起你这一条命啊！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说呢？没有人能负得起，你也决定不了。对吧？你决定不了的事儿，你就别较劲了，对吧？上了飞机就听天由命，你也不知道那是不是飞行员，这方向盘也不在你手里，你说对不对？能把控的事儿，努力的去做；把控不了的，哎 ，Let it be， 明白了吗？随他去吧，完了，是吧？争来争去的，啊，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义？真的，你仔细想想，有什么意义？你还不如你看看我们中国足球小将踢的球呢，是吧？我今天发了万象的那特训的那个视频，自己去看看啊，缓解缓解好不好？十月一号、12号、10月3号啊，在北京我们集训啊，下午4点到6点，没事，你在北京没事，反正十一都出去了，也不堵车，没事过去看看啊，蓝天绿草的，跟看着孩子踢球挺开心的，这才叫有意义，净化心灵啊！你天天这乌烟瘴气的，就在这贴吧里边来回的折腾来折腾去的，蹬着三轮满世界去找消息的，完了一会儿这虎扑骂两句，懂球帝骂两句，再到那百度贴吧骂两句，是吧？完了在网易再跟个贴，哎呦我天哪，整天的你就忙活这些了，你说是吧？正经事儿一件事没干，对吧？正经事儿一件事没干，是不是？这不是很多人是不是就今天晚上听我这算是这周末最干的最正经的事儿，是不是？要是的话打个一啊，是不是？一回想这周末过去了，原来上董哥的车是最正经的事儿，别的都扯淡，忙不叨叨两天半不知道干什么的啊，骂骂咧咧的全是，我四处去关心那些根本你也不知道答案，完了也说不清楚，是吧？完也想不明白的事儿啊，全浪费在那儿了。直到今天晚上我一说，你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哎，你看这些朋友都很好啊，我不会骗你的，明白吗？我真是发自肺腑，我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我想呢，我还是比较积极的、正能量的一个人啊。另外就是我的对事物的认识，一般人比不了，真的，你不用跟我提人儿。啊，你不用跟我提人，不，真的，我不是吹牛逼，我有很多地方不如很多人，但是就这个事儿，说咱们论个事儿，越混乱的事儿，我给你叭叭一理，到底怎么回事，你清楚了就完了。有些事儿不是你解决不了，你先能认清楚，明白吗？你先认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它是外变成这样的，至于说怎么样才 how to do， 那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大哥，你能决定吗？你是嘴里叼着哨呢，你还是嘴里手里拿着战术板呢，你还是提了警棍呢，你还是手里边有钢印，你都没有，大哥，你手里边就是你是吧？你有搂着媳妇儿手里可能有点东西，对吧？你要没媳妇儿手里有东西，也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说呢？你改变不了什么，好不好？哈哈，别着急，好吗？好吧，这段脱口秀可以吧？啊？
好吧，咱们聊得不错啊，来咱们就是捋着说说吧，好吗？因为有不少球迷呢，也都是属于这个说，你要是这晚上不踢他的队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觉得你不尊重他啊，他觉得你呢好像有点这个瞧不起人，是吧？所以呢，我今天呢，我把这几个队啊，我捋着说一下。因为呢，今天呢，这个我呢发了一个微博，我说呢这个赛季呢，我呢从这个打这个赛季之前，是吧？在这个微博上啊，小视频呐、新中超客战呐、包括这个什么星耀中超啊，包括解说过程当中呢，我都有很多的预言啊。就我不是说我非得当预言家，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评论员，说你不给点前瞻，是吧？你这活着还有意思吗？所以我也不怕错，但是我呢就根据我的分析判断，对吧？很多球迷呢给我留了得有好几百条言，是吧？我有的呢是马前炮，哎，说的真的挺准的啊，有的呢是打脸了啊，判断错了。我这个马前炮比较著名的呢，就是恒大再差也出不了前两名，这我说的。上港每场就丢一个球，就没有问题啊，就能赢80%-90%的比赛，是不是？华夏幸福能进前四，啊，山东鲁能能进前四，这马加特给我给打了啊。这个施密特，我说这么踢下去，可能能奔着亚冠去啊。输球了不会多于三场，这德国人又给我打了。真是德国人记仇啊，就因为一德国老娘们儿啊，你看这马加特、施密特啊，成绩都不要了，就为了打我脸，你说说啊。我说这个富力进不了前四，当时啊可是5胜1平16分啊，全国人民都在探讨着富力是莱斯特城，明白吗？哥们当时斩钉截铁的说富力进不了前四啊，被耻笑，被我旁边那个啊李鑫耻笑啊。我还说过28分能保级，李鑫说什么？你疯了吧？我就说28分能保级，没准7都能保，是吧？这我重庆力帆半程，我就说这队不用，你不用为他担心，保级没问题啊。长春亚泰头五轮，我说保级坦坦的，是不是？哎，这都是有证据的，好吧？啊，申花我判断错啊，申花我说下半赛季可能能往上走一走，但我没想到第一你把瓜林伤了，对不对？我没想到瓜林伤了。第二我没想到特维斯那么不要脸，对吧？我以为你拿那么多钱你还不玩命啊，但没想到真的那么没办法，是吧？这个怨我啊，怨我，我他妈还是把人想太善良了，你明白吗？啊，这怨我，行吗？嗯，泰达也打脸了哈，我认为泰达降不了级，是吧？但是你没打脸呢，现在泰达降级了吗？你先别着急，咱们到现在为止，你别弄得稀里糊涂的，好吗？啊，很多人你妈的记得我说的话比我记得都清楚，啊，永远都把我的话当做毛驴语录啊记着啊，反正呢我说对了他不来，只我说错了。登上三轮就来了啊！你打脸了！你曾经说过这样这样，大哥，我说了多少话你都听进去了，你没有必要。我明白你的心理，你呢因为很 admire me， 对不对？但是呢，你一直啊挑我的错，你呢能把我这能挑错了，你过来告诉我，其实就是打我脸。但其实你的荣耀，你得靠我给我挑毛病，你才能支撑自己。我理解，真的，我自学心理学30多年，我还不明白吗？对不对？你老认为我对你没有成就感，你得把我挑出错来，哪怕真别人大的错误你得挑出来，你得指出来，你指出来那一刹那，我操，你都飞了。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比我强，因为你给我挑错了，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哥们是神，你给神挑出错来了，哥们神，对不起，你这错了。完之后你不就是大神了吗？但你最后不还是跳大神的吗？你说是不是？我理解，行吗？但是关键得掌握自己新的东西，好吧？好吧，来说啊，这个啊，我先说一件事啊，咱们从今天晚上说，这个河南亚森突然间下课啊，
亚森呢，保加利亚人，说句老实话，那脾气也挺火爆的啊。亚森呢，按说呢挺接地气的，走哪儿跟哪儿，到哪儿撸串，是不是？但是呢，突然之间呢，这内部下课，那一定是跟高层，这都想都不用想，啊，一定是跟高层啊。今儿呢，我刚发一微博，这就是网上传的，这老板呢跟那儿，没，你一定要这样啊，这最后20分钟啊，让队员高度集中，好吧，在那儿遥控指挥的。外国人呢不接受，啊，外国人呢是一般来讲是不接受的，说你要让我干我就干。但是呢你不能领导我，这一点呢咱们这么讲啊，我呢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啊。一方面我认为这确实不是很职业，因为你职业就所谓什么人干什么事儿，对不对？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是一个基础判断。但是我有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的球队俱乐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老板直接指挥或者叫参与指挥，我认为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高度信任一个外国团队，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人，不是他不人呢，他不是神，他也会有错误，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积下的一些错误，你不能因为你他是主教练，那么你就不提。因为什么？中国高洪波死就死在这上。你说高洪波当时不用政治，足协里边有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一定有，包括管他的领导。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避嫌啊，为了避嫌。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事儿我要说出来，万一传出去，万一又没打好，又变成了中国足协来干涉主教练了，这锅我不背，对不对？所以就眼瞧着主教练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就这么坚持到底了。等到最后临了临了，实在不行了，把人换了，但是失去的那些积分呢？明白了没？所以这件事儿，足协不干，我理解。为什么呢？他得保他的位置，明白吗？大不了就是死，但是未见得我是雷。但如果我要说了这话，我要给主教练了一个这个暗示或者明示，完了你主教练按照我这么做的结果还输了，你发布会你一发飙你全说出来，我就死了，对不对？所以爱死不死啊，我反正我得保住。对不起，你我明知道你错的，你这不着政治，对不对？你这冷不丁用这个生的守门员，对不对？你那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招来了啊？你这5311战术理论基础在哪儿？很多疑问，但是因为不愿意说话，你来都你的，啊，赢了咱们一块沾光，输了都是你的。所以最后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项事业。但是只要不损失我自己事业，爱什么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冈田武史所说的：中国足球管理者没有真正热爱足球的。啊，他不是热爱这个足球，他热爱的是那个位置，啊，这是冈田武史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么这件事情在俱乐部，我认为他就有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俱乐部是他妈老板的，这一降级7-8亿白头，所以老板着急是正常的。老板不是为了保位置，老板的位置已经定死了，终身制的董事长。他为的是保钱，保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有问题，他一定会说。啊，胡宝森跟蔡振华也好，跟这个张健也好，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明白吗？谁的急谁招。啊，这好有一笔啊！我们启航青年队有两期集训，我给了保加利亚人，那个人还真是亚森的把兄弟啊，头两期集训全都他，甚至第二期集训我连到队里我都没到，
但是我看了最后一场比赛，对北航热身赛，我认为这个打法不行。当时北航仅仅集训三天，都没怎么动球，那三天放大假就跑步呢，等于说根本不是比赛状态。就那比赛我们还输了，我一看打一4-3-3，前场逼抢，高位逼抢，我说这不行。你要长期带一职业队可以，但我们这是业余队短期集训的，你不打防守反击是不行的。哥们儿果断的就谢谢这保加利亚教练，把他给辞了，然后我们中方教练组接手。我们中方教练组接手啊，我们从这个集训只是三天过后，通过新的这种战术思想又跟北航打。北航那时候在比赛期那比当时那个状态好不知道多少，虽然我也输了0-1，但是明显感觉到踢的已经很好了。这就是什么呢？外教有外教的作用。但是呢，至于说我拿着赞助商的钱呢，我不能让外教当作试验田，然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背后被人给打花了。那天跟河北精英要是按照外教的这思路上去前场逼抢，能被人打死，四后卫边路能被人突死。那天我们好歹让那国青的这队员啊，全运会决赛进四个的没让他进球，什么套路都没打出来，对手啊，就是两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进了。这就是战术对头。那么呢，我可以就好比呢，我是胡宝森，对不对？我那教练呢是亚森。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沟通还不顺，完了呢，眼瞧着一个判断啊，眼瞧着要出问题，我不能不说呀。我就即使不职业我也得说呀。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职业，就是你得对赞助商负责呀，这也叫职业呀。你得对你的所有队员的付出负责呀，这也叫职业呀，对不对？你职业不能光说凭着职业两个字啊，说主教练就得是主教练啊，老板就得是教老板，这是一个职业。那从另外一个含义来讲，还有职业呢。你作为老板，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职业就是你把你的企业要引上正途，你的职业就应该是你发现的问题就要解决，你的职业就应该你对你的所有的队员的努力和付出负责，这也是职业，这也是职业啊。尤其是在这关键时刻，尤其中超现在是死水微澜啊，有很多这个微妙的情况下，早保级早脱生啊，不是早保级早生存啊，早安稳。现在这赌局可不是过去了，一年投个7-8千万，个把个亿，现在不是啊。现在这上港华幸福也好，还是一些10几个亿、20个亿呀、啊，啊，就建业这个就是小本经营也得大几个亿吧，我觉得。这要是一下栽下去，再往上上就难了，就难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可以理解。这是我的，因为我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亲身经历过，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信我的感觉。当然这不是常态，说胡老板以后成幕后总指挥垂帘听政慈禧了那不对，但是各关键时刻，而且人胡老板我看那个同期声啊，人提醒的挺对的，最后20分钟精力集中，那可不是吗？对吧？你要精力不集中，这鲁能最后光哎，搬回来一个，对不对？哎，所以有的时候老板就触类旁通，说老板去抓训练，这扯王八犊子拉裤兜子，对吧？说老板说我给你弄一个，谁先上场，谁怎么着，这是扯王八蛋。但是老板如果能提一些思路，宏观上的、战略上的、心理上的、心态上的，我告诉你，未见得比你职业教练差，未见得，人家也是商海是吧？沉浮多少年的。对不对？可能专业的东西不如你，说你咱练一个什么4-3啊，边路3-3，后交叉反套这些，老板过去练那就扯了，啊！但是根据整个的战略啊、战术啊，给你提一些要求啊，可能有的时候就咱中国这教练说句老实话，看问题都是一锅粥，真的，看问题都一锅粥。冈田武史说了，
你没文化踢球倒不算太耽误，但是你没文化当教练，我操，一定是耽误，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球员吧，他有点天赋能踢出来，教练这东西啊，他一般有教练的天赋的就太少了，明白吗？是太少了。说能踢会踢个球有点天赋的那可能还多点，你好歹你身体壮一点，速度快一点，脚下好一点，可能你还就踢上职业了。但是你要想当教练，就为什么说妈员工很多老板少啊，马云、王健林、许家印那才几个呀，对不对？但你要说打工的职业经理人那么好几十万，对不对？就原因就在于这儿，说你说你当个经理人容易，当真正的大老板难，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说你有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问题啊。我说这个你能理解吗？文化非常重要。为什么说你踢球踢得不错没法教呢？我大哥你话都说不清楚，真的，你话都说不清楚。你中有很多中国教练，你让他讲五分钟话，就是对着摄像机你给我讲五分钟话，他讲不下来，没有文化，对吧？踢球可以，哑巴可以踢，对吧？但是你当教练不行啊，你问题出现了，你得迅速的通过你的观察发现，然后找出问题的方法跟队员传递传达，对吧？赢球的时候怎么聊，输球的时候怎么聊，对吧？关键时刻怎么样把握心理心态，这东西可不是一个说我从小踢球啊，我踢得不错，我情商挺高，我就留下来了，然后我就可以指挥了，没那个，对，一两年就死了啊。所以关于建业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建业同学可以睡觉了啊，睡觉了啊，可以睡觉。山东鲁能今天肯定是一片哀叹，是吧？鲁能球迷都走了吧？那我就不聊鲁能了啊，我就不聊鲁能了，好吗？是不是鲁能球迷都已经走了，可以洗洗睡了啊？是不是都睡了啊？还在吗？还在呀。 啊您好样的啊，坚强啊。啊，今天还有这道士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道士的事儿。我认为呢，这东西啊不可不信，但也不能全信，但是呢也没有什么，你也没有必要用道德大棒啊去那个去怎么说呢，去对这种现象好像不行了，中国足球已经完蛋了，中国足球已经开始这个开始封建迷信了，别那个啊，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啊，你要非洲还有巫术呢，明白吗？东南亚的、非洲的啊，什么我洗了但我还在啊，有人给我发微发，可能山东球迷啊啊，这都不算什么，那欧洲的也有，早年间徐根宝是吧，穿个布鞋假球权是吧，那都是在工体的时候是吧，那都是有大师也是在工体的主席台下面的，明白吗？也在，这是一个心理，明白吗？它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你要说真有那大法，说句老实话，他还能当道士吗？啊，他想谁赢就赢，他想谁输就输，他还用当道士吗？大哥，他都能当硕士博士了，院士爵士，真的。所以呢这东西呢就是一种心理啊，心理的作用很强大啊，心理的作用啊很强大。你要说那你说道士管用，这河南建业就永远不输了啊？不可能，好吗？这保罗章鱼最后不也死了吗？是吧？这东西啊咱们唯物主义者，但是呢咱们呢也尊重啊这种心理学，明白吗？咱们尊重心理学。我不认为这个东西啊真正发作用的是法力无边，是吧？是吧？那我但是我认为它有一定心理作用，对吧？你后面站几个大师，十五个大师跟这儿给你咔咔给你弄着啊，是吧？你包括富力那主场的颜色，是不是它都有可能是一种心理的作用啊？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玄妙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呢归根结底啊，你说因为有了富力这蓝色的或者变成金色了以后，主场咱们就上预备队也能赢，是吧？那不可能，是吧？这事儿呢大家呢聊一聊就完了啊。山东这个队啊，你看啊，无独有偶，山东这个队呢开始很好，但最近不行了。施密特呢开始也不错，现在最近也不行了。那么我忽然间发现他俩又都是德系的啊，
那么这中间有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有没有呢？咱们说一下啊，施密特当时刚来真给我弄惊了，真的，我从来没有说一场比赛说能给我看高潮啊，能我看见高潮了啊，就是那个国安那个返聘那总经理是吧，就是尤其对辽宁那场比赛我已经看嗨了。为什么说后来我说一个赵和静，你应该致个歉，说那球啊确实是假摔是吧，结果被北京的国安的球迷拎出来骂，我骂到现在还在骂是吧。完了他不理解，因为我觉得那场比赛很完美，但是突然间出现了这个觉得有点难过啊，你就赶紧的就说一下是吧。结果从那场比赛到现在，你问国安还赢过球吗？有没有国安球迷？从赵和静打辽宁那个点球过来之后，你问国安还赢过球吗？有没有？来，还赢过吗？有是吗？赢谁了？有还是没有啊？没有啊，是吧？我再问一下，有没有当天晚上骂我的？就因为我说了一个，我说我要说应该让赵和静啊说一个，我不是说道歉，而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儿那个点球可能啊这个不是点球是吧？说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场比赛啊真的很完美啊，打得非常美，但是呢结果就被这个一帮人骂啊，骂我，是不是？哟，没电了啊，手机要没电了。完了完了完了。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啊，好啊，那个山东鲁能呢，我今天呀其实我不太理解，一个呢就是说呢不变应万变，就德国人呢有时候他就是这是德国人可能跟南欧人或者西欧人的区别啊。德国人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比较直啊，直不愣登，你看德语那个 Bundesliga 是吧，他没有这拐弯。德国人呢反正认准这一套呢咱们这么干下去啊。你看那个勒夫是吧，德国人吧，认准了这吃完了吃就认准了啊，就根本你就没法控制，没法抑制啊。那么马加特以体能实心球为代表，是不是？然后呢，以这个442啊，佩莱啊为这个桥头堡，就整个的这个阵型这个打法，反正呢，包括这个基础力量，都体现的比较明显。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要不然呢，你就变。为什么呢？是因为说你有点变化呢也能够给对手啊带来一些不适，因为足球比赛归根结底跟打麻将差不了多少，就是打麻将呢是我不胡我也不让你胡，我让你难受，我不能给你吃，对不对？这才等机会，没准呢我这个是不是我就能没准另辟蹊径，这是打麻将啊。还有一种就是我排好啊，我管你，我一起手我就五对是吧，我就摸七小队，我上了50000我就打，对吧？六条打啊，四桶打，是吧？我不留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要胡，对不对？让你那牌那么回事儿，完了呢打着打着呢牌路也被人摸清楚了，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你得有点变化啊，有点变化。那么对于马加特来讲呢，第一你要不然你就变啊，你4231你试试行不行，是不是？451你试试行不行，对不对？您别老442，是不是？你或者你三中卫试一试行不行，反正总而言之呢稍微有点变化
你看那个去年切尔西能夺冠，那开始那541可不是孔蒂的设想，对吧？孔蒂开始就是四后卫，对不对？孔蒂就是被谁呀、啊？被阿森纳吧，被给打了一个满地找牙之后，痛定思痛，啊，弄成一541，没想到噔儿成一现象了啊，连着七十咔嚓了。是不是意大利人呢有这个灵魂脑筋，德国人这方面确实比较不擅长，咱不能说人差啊，有点不擅长。那么马加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比较纠结，就第一他本身知道这个佩莱这个高点呢是他的拳头产品，尤其是在没有这个叫塔尔德利的情况下，对不对？你塔尔德利可能前场后场拿的球走走地面配合可能还能打起来，你没有塔尔德利，说句老实话，他知道其实只有佩莱的头是可以立的，别的都靠不住。但是呢马加特呢又觉得呢好像老这么打呀，被欧洲同行看见啊会被嘲笑啊，甚至被这个鲁能贴吧教练组啊都会被嘲笑的，说要是这么打还用你来吗？我找你表弟不就完了吗？你表弟不老是54145度炸吗？对不对？给你那么多钱你就给我玩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是吧？出场费20万，你上去你就给我变俩鸽子完了你就走啊，你怎么着你得给我变一火车出来呀、啊、是吧？大卫科波菲尔也得。所以呢马加特实际上是思维的纠结啊。你像今天这比赛，你要是我指挥，我一看对方什么什么阵型，一建业是吧，541是吧，好了直接往里炸，别打别的，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说你边路打2打2，大哥你看你今天边路真正渗透进去几次，传三角必丢，丢了就让建业打反击，完了你就像狗一样吧在后面玩命追，你说对不对？累的跟狗似的啊，我累的是吧，完事好不容易断了打到前场，完了又在边路在那儿霍霍啊，2打2 3打3往里面塞是吧，塞到不行了又被人断了，完了再往回追啊，玩命追，追的巴索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在人身上弄了3-4个黄牌，你最后想起来了，88分钟想起来炸呀，是啊，炸进去一个，时间没了，你早炸不就完了吗？炸不丢人，输球丢人，真的炸丢人吗？你说我就这么炸简单的对吧？你看那散打的打太极倒是复杂，那么散打的金光54王八拳就给他太极给干那儿了吗？对不对？那你说有什么丢人吗？谁把谁倒了谁丢人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马加特的问题就在这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想清楚了，今儿的西赛够拼的了，你要说今天说不行不给饭吃，说这帮鲁能的队员呢不拼，行了大哥，是不是不拼是没赢，因为没赢你就会认为他不拼，因为你也不知道哪儿他输在哪儿，对吧？你也不知道，看不清楚，你也看不明白，你只能骂他们你不拼，你妈这么拼，你要拼脑袋都掖在裤腰带上就赢球了啊，就能赢球，拼就能拼出来就能赢，况且呢今天鲁能还不拼呢，都拉了胯了都已经，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战术的问题啊，你佩莱老回到中场，大哥我没听说姚明老拉到三分区外边去干嘛去呀、啊、你说是不是？你就是围着佩莱打就行了啊，弄两翼齐飞，你下得去底吗？你这一场比赛你真正的底线传中有几次啊？况且你就传起来，人中间三个中卫咔咔全给你顶出去，人家萨利赫伤了上一路摇没，你还不变一点用都没有，没有萨利赫没外援上三个中卫你也打不透，真的，因为他这个体系你只有单点炸二点球抢，门前形成混乱，你老按部就班的踢，对吧？老排着方队咔咔往上走，人拿机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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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给你突突了，对吧？这鲁能在这儿这赛季反正开始挺棒的，
后来走着走着就忘了来时的路了啊。我记得有一阵子呀，当时鲁能踢得不错，是吧？主场还赢恒大什么的。这家伙这有一波人开始说了，这鲁能这么踢不行，太单调啊，就知道这找佩莱脑袋，现在不找了，现在倒是复杂了，你妈球不进了。人呢得有自知，你是这款你就这一款，对吧？你像我这个德行，如果我要天天突然间变了，我变成李鑫那样的，对吧？那个叔我们家里面，哎呀，是吧，文绉绉的吧，见谁哎你好，这样那样，人家说你疯了，董路，你是不是脑溢血后遗症啊，还是怎么着，你变了你啊，是吧？人就是你是什么款你就是什么款，好吗？大雷来了是吧？这球你说是第一个球，你说后场，对吧？这球也怨吉尔，我实话讲，我怨吉尔。吉尔这球如果在，为什么是吉尔的锅呢？吉尔如果在，王彤就不会打后卫。戴林跟吉尔，那么呢，戴林呢就会打右后卫、右中卫。就不会打左中卫，那么戴林不打左中卫，那个球戴林就不会在左边，在左脚这儿，他传不出去。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说是左右脚均衡的，不是没有，但是太少了啊，尤其是右脚打左路的，是吧？球一过来到左脚这边，他都不知道用哪个脚踢了，真的，他一时间他都不知道该用哪个脚踢了，你说用左脚踢吧，他就不知道这个左脚会踢到哪儿，有可能还能乌龙；用右脚踢呢，又看不到前场，只能往看台上踢。所以这事儿呢，就正好落在戴林这儿。戴林拿了球一看，没办法，就踢出边线去了。完了界外球一掷进来，三人围着你，那个里卡多后插上，你不用看球。对吧？你是中卫，你就把里卡多盯死，说那边玩得很热闹，跟你没关系。结果那球呢，这个冯卓毅拿着球的时候，乌央三个鲁能的都过去了，人丢了。冯卓毅一塞，后边这宋龙也不敢拽了，再拽就点球了。离那么近打，那就看命了，是吧？你道士在上面再一做法，你这大雷也管不了用了。对吧？大雷也管不了用了。另外一个，你说这左路巴索哥啊，就哐哐哐哐就突在左路就突。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讲呢，你把金敬道调到这边来，把吴兴涵弄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小金子呢，他主要的任务不是进攻，他是骚扰型的。另外一个呢，他个矮，重心低，是吧？他给你捅，是吧？在你腰这边啊盘旋。有助于呢防一下巴索哥。吴兴涵本身不会防守，因为他是个攻击手，所以他要么呢就是犯规，对吧？要么就抢不着。你把小金子调过来，一看巴索哥在右边，就把小金子跟吴兴涵换个位，这样你吴兴涵呢也可以节省下一定的体能，在反击当中呢还能够往前场走。结果今儿巴索哥把吴兴涵给弄没电了。你想，吴兴涵、戴林加上宋龙，就这哥仨在这巴索哥身上吃了三张牌，对不对？所以这应变能力稍微差点啊，应变能力是吧？什么意思？卡戴珊来了啊？这是鲁能啊。恒大呢，咱们实话讲呢，就是我认为冠军还是恒大。我现在认为冠军还是恒大，但是呢，就是冯潇霆呢，这个，缺席啊，包括郑智是吧，受伤，这两个大主力呢，这个没打，对比赛还是有一定影响啊。但是呢，但那天呢，恒大这心态不稳啊，现在不知道这个王小平啊，那毛笔会不会直指恒大。这恒大呀，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斯科拉里太激动，啊，斯科拉里啊，在场外呀，老对这个判罚呀，这个表示，弄得队员呢也心浮气躁的
啊，您说，哎，你说那个队员在场上踢球能看见这教练吗？我告诉你，队员一般都是三只眼，啊，两只眼呢盯着比赛，有一只眼盯着教练啊。这尤其中国球员，因为从小呢都是接受教练的这个指挥，所以呢教练在场边这么一煽呼，我跟你讲，队员很难真正的说平心静气下来，明白吗？人说天津都说完了，你来晚了，好吧，你来晚了。啊，上岗呢怎么说呢，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咱们客观分析呢，今年呢就是跟上岗在一起联系的这场外场内的事端确实比较多啊，这是第一客观，咱们客观描述确实比较多，但是这里边呢有上岗的管理的问题，我认为啊，你比方说博阿斯这三番五次的出事儿，这就不正常，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身边的外教啊，就助教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一波什么人。反正总言之呢，不是说很规范啊，不是很规范啊。当然也有一些欲加之罪啊。你比方你奥斯卡踢人，那就是踢人，这没说，对吧？但是你浩克和黎兵那事儿到底怎么回事？监控坏了是吧？也弄不清楚。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上海上港啊，这个赛季打到现在，从虽然说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挺不错的。从成绩啊，包括引援啊，各领各的都好使，这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球队呢，还是得在管理这方面啊，比方约束队员也好，约束外教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整体心态的把握这方面还得下点功夫啊，还是下点功夫，我这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也有前车之鉴啊，你打头多少年，对吧？你包括媒体和球迷的作为也会直接影响你这家俱乐部啊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的这形象啊，对不对？你最开始你说你成绩不好的时候，人们呢还都挺这个什么的，嗯，挺这个看好的，但是你后来一事儿一件接一件，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对不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然呢也有看着你眼热的，对吧？一些旧势力他肯定看着你起来不舒服，同城的看着你不舒服，对吧？原来的一些老牌豪门就以前都是小崽儿啊，我踢球的时候你这还捡球呢，现在好像哎呦挣着高工资，哎，还成绩还比我好，我弄你，也有啊，也都有。但是呢，这咱们话分两头说，自身有问题啊，也有外界的一些啊戴着有色眼镜啊，促成了这件事情。现在不得不说啊，上海上港还真是需要一定的这冷静面对了。当然你现在因为成绩都在眼前嘛，那就顾不上，哎，冬天没事好好想想，对吧？老板投19-20亿成绩拿到了，但你不能把名声丢了呀，对不对？口碑没了这不行啊，哎，踏实是冬天找一地方，是吧？三亚呀，海口啊，开个会嘛，开个会，把我这段讲话呀从放在大屏幕上投影，哎，你听一听啊，各个方面加强一下，你最终还得赢得人心，对不对？你不能说曲高和寡啊，我就这样，他们都是看我眼热，也不完全是，对不对？对，好好总结总结。我认为上海上港因为有这个根宝那一批队员，吴磊这一波，这队员我认为都没什么毛病啊，跟队员没什么关系，是吧？但我认为整个俱乐部啊还可以做得更好嘛。你看我这话表达的是不是可以比较能容易听得进去吧，是不是？哎，北京国安呢，咱们实话讲呢，就北京国安呢，因为这老板呢第一年是吧，来呢是属于啊投石问路啊，接国安呢也是属于啊比较仓促啊。北京国安呢也在培养着自己的一些新的这个势力，比方说教练组都班子都给换了，是吧？中方教练组啊，包括师塔大师傅啊，要什么呀？要去这个过往的一些啊这个一些传统，建立一些新的秩序，是吧？找总经理还是大连人啊，这些呢反正实话讲呢，就是
反正也存在，也合理吧，对吧？因为毕竟你国安这么多年，你这套班子这么弄，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是吧？那老板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个也能理解。把施密特找来了，据说呢，找的时候呢也是，翻来覆去呢想了很多啊，也曾经一度呢就是打得不错，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还有个别队员呢，这个能力啊还到不了啊。你我曾经说以为战术打法能够顶替球员能力，但是这个呢还真是不完全吧，不完全。但是你按说呢，其实你说这个索里亚诺、巴顿啊，或者索里亚诺这个于大宝是吧？然后张稀哲这都不弱，奥古斯托巴西国家队主力，你要说差哪儿？拉尔夫啊，拉尔夫，我说原来这高位逼抢啊，他能发挥作用，但是现在又逼不住了，就完了。还有一点，我曾经透露过，其实国安也怕逼抢。你仔细琢磨琢磨，就后卫这几个兄弟，啊，江涛、赵和静、于洋、雷腾龙，你琢磨琢磨，再加一拉尔夫，就这五个。说句老实话，你五个人上去抢去，这五个相互之间他控球，你含糊不含糊？你害怕不害怕？你害怕不害怕？啊？你觉得害怕不害怕？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国安可能也被人反制了，也被人反制了。你逼我，我还逼你呢。这一逼上去，你看，你国安，你这个打富力啊，客场富力控球冠军呢、啊，现在中超控球冠军富力啊，你国安60%，富力只40%，富力弄你，对不对？富力弄你了吧？你到人主场去，你拿60%的控球率。你当着控球冠军，你关公门前耍大刀，完了最后怎么着，把你给弄了。富力到申花35%控球率，把你富力弄了。控球率真是双刃剑啊，控球率高的华夏幸福69%啊，主场69%，70%控球率对河南建业，赢了吗？没那个能力啊，球在你脚下时间越长就丢的次数越多，就跟今天鲁能似的，你看看最后多少次到边上能起不起，还要二打二往下走。你要能走下去也行，就是你走下去你传起来，人家中卫帮帮往后一顶没了，时间都这么流逝，时间都去哪儿了？全都没了，明白吗？这是老是要没电的感觉啊。嗯，行了，今儿就聊到这儿了，行吗？今儿就聊到这儿了，行吗？今儿就聊到这儿，去睡觉一个半小时了。嗯，华夏幸福我认为还是有点改变的。但今天那个对亚太啊，好像主要是亚太那球场啊，好像是消防没过啊，换了个地儿，那球场太，那球太跳了。这比赛呢也就算了啊，也就不就只当是一场这个摔跤比赛，就看完就完了啊。啊，苏宁呢，反正这些人呢，也就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些人也就只能踢成这样了。那连无锡也不在，就最好的国内球员也伤了。剩下的咱就那么回事儿吧，也真的。你说这你剩下的这些队员，你说你哪个能在恒大能做到18人里边，也不容易，真的。所以也没什么可的啊，真的，我谨慎评价苏宁。卡佩罗反正能保了级就完了，今年也没什么别的念想，好吧，保了级就完了。富力呢就很简单，富力呢就是他这个足球哲学就是这样啊，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哎，教练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老板也同意也接受，那就平安无事啊。如果有一天教练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但是成绩老板不同意了，那就是个事儿，就这么简单啊。资本最大，谁是老板谁开心。
对不对？老板说我们不去亚冠，去亚冠干嘛？折腾那么大东西干嘛？就这么玩呗。我觉得你玩挺开心，我看也挺开心的。输就输，输没事儿，能保级不能？能就踢。啊，老板是这个思路，那就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吧？那教练他不愿意改，对吧？佩莱格里尼以为愿意改啊？要不是说五连败，还五场不胜，他能改吗？他也改不了，对吧？你总得最后谁啊？是资本说话。老板说这个怎么着？最近这成绩不行啊，是吧？得改变呢。哎，老板说这话了，那就底下就动了，那你就中方人就得传达，告诉这老板说了，说现在这成绩不行，咱们这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哎，你要是一个愣子，是吧？老板说我不管，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你这就最后就是亚森，对吧？就亚森说那我可以调整调整。那你最后斯科拉里临了之后给他换了，最后里皮一走，不是人家在这一直到今年年底干的也不错，是不是？哎，适者生存啊，适者生存，是吧？贵州可以啊，那贵州这成绩，那曼萨诺那是，这是奠定其在中国的执这个顶级联赛这执教的这丰碑呀、啊！啊，早年间弄国安弄那叫什么？这个上申花那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曼萨诺未来十年在中国就不缺工作，真的，你放心吧。啊，但是保不齐不见得每个俱乐部都有这美女老板，是吧？但是呢，你这曼萨诺这可以，这个把升班马给带成这样，接手的时候都快烫手了都，对吧？环境改变人，说白了，一个男人只能为一个女人改变。男人只能为女人改变，好吧？挺好啊，贵州这挺好，对吧？现在就是得知足啊，得知足啊，就别这山望那山高，踏踏实实啊，务实一下。力帆我就说了嘛，力帆的打法可以啊，张外龙有点腻。大连不是升超了吗？就回来了，嗯，干什么？建业这说了这么多了，还建业，说太多了。辽宁还聊呢，辽宁就听天由命嘛，真的听天由命。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每年都是这样，你觉得还有意思吗？啊？每年就是最后一到考试的时候，永远都是要打小抄去。你要这么上学，咱要是每个学期都这么过来的，老是明天就考试了，今天早点去教室把答案往桌子上写，往大腿根上写，老这么过就是60。其实你说就是混，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就是混，混一文凭完事儿，啊，就蒙傻了呗，蒙自己呗，啊。权健，我觉得我本来不是很看好权健，但是权健还是挺厉害的啊，权健还是挺厉害的。卡纳瓦罗还是有他的本领啊，有他的本事。我说了，权健为什么跟这个罗森伯格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叫罗森伯格吗？是罗森伯格吧？最大的不同就是罗森伯格的执教的时候，李伟峰啊，都不跟队，都不上训练场。因为只要是李伟峰一跟中方人说话，巴西人就认为李伟峰在捣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卡纳瓦罗身边除了他心爱的李白以外，不就是伟峰吗？对不对？这叫将相和。这就是最大的改变，这得你得说什么？人家卡纳瓦罗的情商高，卡纳瓦罗知道说，只要是说你不犯我坏，然后呢，你可能还能帮我，但是大多数外教来这儿，为什么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孤魂野鬼？最后都是因为他觉得都是中国人在后面坏他事儿，但其实有一部分确实是这样，但也有一部分中国人想帮他。但是最后被他拒绝，我是拒绝。
觉得，好吗？所以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要是认真想起来呢，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也没有一定之规啊。你说老板指挥球队就一定差吗？还是说你说一定是中国人就一定要坏外国人的事儿？还是说外国人的月亮就是圆的，永远都是这样？你听他就能听就能听好了，是吧？嗯，行了，有朋友还想等着看重播呢，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明天晚上呢，新中超客战，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还是关注一下这个中足小将吧，好吧？然后明后天我们会公布这个成都站的大名单。另外呢，就是成都足协，我非常感谢啊，他们是足协出面，甚至外教啊，什么考察员。然后国家五人制主教练带队来迎战足球小将，这就对了，真的，这现在当代中国就这个儿童赛事是这青训，就短时间内中国足球小将真的是有它的影响力的，你借助这个是吧，你一分钱不花啊，我也不用负担我们衣食住行，完了还能给你宣传，一分钱不花，这好事儿，你说你还不接，是不是足？所以我说，成都足协，我们别的不论，脑子是真好使，真的，而且人家也认真，啊，专门组织五十多个孩子，人说怎么才来五十多个？说句老实话，那都是自知之明的。人一看呀，跟正入选是成都联队跟中国足球小将踢，我这儿子就这，咱别去了，去的都是队里边的九号、十号、七号、十一号，明白了吗？三号、五号这都去不了，不用去了啊，直接就打退堂鼓了，哎，所以这个挺好啊。十月七号过节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嘣儿看一场中国足球小将这比赛。绵阳那队更厉害啊，绵阳那队队员都集中在一个学校，我们现在要有这条件，我西西万象什么的，李显文、黄宇超都在一个学校啊，每天好好学习，下班了一块下午一块练一练，能这样吗？比这样的强多了，真的强多了。现在就等于说就是在北京的，你看，你看有时候李显文多才多艺，说这边训练那边不行，声乐课已经耽误了，不能再耽误了。人家还是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是吧？让你唱歌去，是不是？不容易啊！人说人家五人制国家队主教练，对吧？人家亚足联可能都得 A 级 B 级证，带国家队得 A 级证，我这什么证都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但是呢，没有不怕，输就输了没关系，对不对？你一亿四川的人民当中选出的最优秀的孩子，把中国足球小将赢了，对吧？那不很正常吗？很正常，对不对？我们这才选材，才你号称是全国选材，哪有啊？对不对？哪有什么全国选材啊？这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对吧？西西是看录像认识的。对吧？这个万象呢是缘分，也是一段录像。我是看那个他那个师哥，结果他那教练呢发了个这个监控，我一看这孩子行啊，这才叫认识。哪全国海选哪有，是吧？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呢，这比赛得这么踢。我告诉你啊，虽然说到现在为止说赞助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我们就是要把它包装成为最能够实现的最高规格，别的我不说了，飞猫我租了，10000多块钱，飞猫我租了，五人制儿童比赛，飞猫给我飞起来，行不行？航拍给我整起来，行不行？啊，
机位给我架高点，慢动作机、字幕机、慢做慢动作那一套多少钱？说10000多2000，租行不行？能不能给我租来？能租来就给我租来，慢动作，别老让人家球迷看看这转播，完了进球了，整一回头再也看不见了。我也是球迷，我也难受，没有慢动作我会死的，都给我租来。说前面先垫着。要干就认真干，要不就不干，对不对？这好消息会来的，我坚信，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第一，他有这种真正热爱足球的人；第二，他也有这样的热爱足球并且有实力的人；第三，我也坚信有热爱足球、有实力还有眼光的人，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人，对吧？这天有一航空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董老师，您看那个10月31号，您能带中国足球小将踢场比赛吗？我说行啊，在哪儿啊？那澳大利亚墨尔本。我说这什么事儿啊？说那个航空公司的首航啊，这个开了一个航线去澳大利亚墨尔本，说现在最近看到您带这中国足球小将，这墨尔本不有胜利吗？说我们给他们联系完了，您带着队一块到墨尔本呗，跟他们墨尔本胜利的梯队踢一场啊。我说多少钱得？不要钱。那能给您要多少钱呀？还问我要多少钱呢啊。说您这去了得相当于给我们宣传了，您那个得多少劳务啊？我说再等等啊，我先去趟英国再说。是吧？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好啊。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不热爱中超，我也并不是说我现在因为做了足球小将，我好像就瞧不起中超，不是，而是说我不想再介入那些纷繁复杂的纠纷当中，因为说句老实话，对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来讲，时间精力都很宝贵。啊，我没事跟你掰扯一个天津权健泰达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我现在真没有这个精力，因为这东西都似曾相识，它不是新鲜玩意儿。而什么是新鲜玩意儿呢？中国足球小将是新鲜玩意儿，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意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呈现，这是新鲜的玩意儿。这东西我花多少时间、精力、物质、金钱、心血在这上面，我觉得最后无论结果如何，它都有三个字在我心中，就是有意义。而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我就说给你说清楚了，或者说你说不清楚你骂我，三个字没意义。那么人就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吧？我说的都实在，好吗？所以今儿呢就聊到这儿了，好吗？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朋友啊，大晚上的跟我在这聊啊，还有50多万人啊，我觉得行啊，我觉得可以，就聊到这儿，好吧？因为有的说的没到的，反正别着急啊，反正最后赛季最后我都给你来一个大总结，一个大总结。啊，输球的抚平一下自己的内心啊，赢的也别嘚瑟，因为赢不代表你赢，输也不代表你输，有些东西你能决定你就把握，决定不了的东西，对吧？你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落空了，不该吃吃该喝喝吗？你以为输球队员现在没有都涮着火锅呢，你那家里边咬着被角跟那哭，默默的流泪，像姬宇阳似的。这么多年，你看季宇阳改了吗？没改，还是蓝血人，一颗申花的心。早年间我就劝他，结果我劝他怎么着，前台跟他了吗？你这事儿，你说何必呢？是吧？哎呀，能怎么着呢？你劝他干嘛？对吧？
不唱歌了，太晚了，好吧？我们去成都唱成都，好吧？10月7号说你去不了成都没关系，10月7号下午啊，你睡一觉起来啊，通过一直播来看看带慢动作的、带飞猫的啊，中国足球小将成都站的比赛，来看看啊，国家五人制队的主教练带的成都足球小将啊，来看看拿了全国冠军的绵阳足球小将精彩的表现啊，来看看我们啊，中国足球小将究竟啊，时隔一个多月又能够展示出来怎样的一个实力，好吧？这叫生活，真的，有孩子，家长，学习，性格，个性，爱好，友情，兄弟，这叫生活啊！看着，关键是有梦想，有未来，有希望，真的，你说呢？你看那个新加坡很多的那个产妇在怀孕的，就是老把那个明星啊给贴到床头，每天看这孩子生出来啊，就是明星那样，真的，这因为你要感受美好的事物，有可能啊心诚则灵啊。我怀疑我妈怀我的时候可能啊看了点恐怖片，我是这么分析的啊，但我没跟我妈核实过啊。好吧，再见啊。保利尼奥，对啊，保利尼奥呢踢得不错是吧，但是有人说你当时不是说保利尼奥在巴萨踢不了位置没位置吗？我是说过啊，就是但是要说我错了就错了呗，但是我也分析过那个巴萨为什么买保利尼奥去，对不对？为什么？以及就是卡萨米罗的在皇马的成功是吧，可能也给巴萨的一种启示，巴西国家队的这个阵型也跟巴萨有点大差不差，但是保利尼奥想要持续发挥这个水准在西甲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你别忘了马上中超就结束了啊，等于说保利尼奥呢在过往这两个来赛季啊，这个作息马上就要进入到冬歇期了，对吧？11月初中超就结束了啊，所以呢保利尼奥这不是上场打也首发六七十分钟也被换下了嘛，所以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好吧？不能完全确定，这个也没有什么打脸不打脸的，对吧？你要说打脸的话，那打热刺脸最狠呢，对不对？你要说保利尼奥永远都这个水平，他为什么当年被热刺给踢出来的？是因为人缘不好吗？还是什么？所以你老每天都盯着别人是不是说错了，是不是打脸了，而你根本就其中的道道你都分不清楚，你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就说别人天天打脸，那说句老实话，也不是你的巴掌打到我的脸上，也只能是这是我打我自己，是吧？行，今儿就是。